移民加拿大好消息，本公司代办加拿大工作签证，可以带同配偶和子女一同前往。未满18岁的子女更可以享有免费中小学教育，一年之后就可以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。申请人只需要有中学学历、无犯罪记录和持有香港特区护照，本公司就可以代办所有手续和工作担保。WhatsApp 我哋了解更多详情啦。睇紧施政报告，咁今日会押后一啲，即系话要三点钟我先做一人唔收声，同埋呢个香港最新闻，因为睇紧李家超喺度鸠噏23条嚟。2024年一定立，批准同大家倾一倾。